我怎么能做出那样的事儿呢？你做什么了呀？啊！你个杨无限女的，说好过去的，结果你害我丢人。哎，我怎么就让你丢人了？看看这些花儿啊，不过漂亮呀，嗯，挺贵呢。 美，和好了，和好了就好，和好了就好。你跟我讲讲，他都跟你说什么了？你怎么和好的？你给我讲一下过程。脸红，不会陶明轩亲你了吧？ 都怪你，学长，莫非太可。
可怕了，你这个，你怎么嘲笑我呢？和好了就好啊，我要不然总担心我回国以后心里总挂记着这事儿呢。就是你就嘲笑我吧。哎呦，你看看你前几天那死样，现在可好了啊，有精神了。手机。谁给你发的？看一眼。行行行行行，你自己在那儿甜蜜吧，啊。大家好，这里是飞到小角落。今天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就是我和唐明轩先生恋爱。之前一直没有跟大家说呢，实在是没有想好。坦白讲呢，一开始其实我对这段感情不是特别的确定，毕竟我们两个人完全不一样，生活环境呢也天差地别的。对，不过这些都没有关系，最近发生的事情让我更加确定了自己的心意。我喜欢他，我想和他在一起，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我都不会动摇的。今天我本来是和多多一起去看展的，他跟我说票都买好了，可是他没来，唐先生就来了。喂。喂，唐总你好。啊，您今天下午有没有时间呀？哦，最近都比较忙啊，怎么了？哦，这样啊。我本来想问问你有没有时间愿意下午跟莫非去看个艺术展。要是你没时间的话，那算了吧，我问问方笑鱼。哎，我刚想了一下，下午那事儿好像不太重要，我看看能不能想办法挪一下。那我一会儿把地址跟时间发到您手机上。行，谢谢你。经过今天的事情呢，我想清楚了一件事。虽然我和唐明轩先生有很多的不同和差异，可是我们两个人还是相爱了，所以以后无论面对什么样的困难，我们都会勇敢地去面对的。我是你在无尽的夜不灭的烛火，我最最爱的你呀，你是一个酸甜的糖果，紧收起你想看到你的笑容，许多人来了又走，我要做你最后的贵客，所以请你不要再害怕，跟着我大步。唐启仁，你看你儿子做的好事。我最最爱的你呀，你是我最昂贵的奢求，不管地球怎么样转动，你在我眼中。哦，西亚，你来了。你还好吗？这场大秀还等着你呢。
嘿，嗯哼，啊，我最近手腕还是不太灵活，所以不一定敢不敢得完了。你说的是真的吗？我觉得，你用不用去看一下医生比较好？不用，你放心吧，我会尽快的把你安排的工作完成的。啊 ，OK， 你吓到我了。哎，对了。 听说凯曼收购了 SLC， 啊，你也听说了啊？对，王总监告诉我的。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帮忙倒不需要了，我跟 SLC 的高层交流过，他说，董事会有不少成员对凯曼提出的条件很动心，但我们凯曼有自己的专属明天。 足以保证高质量的布料工艺，所以我认为呢，实在没有必要收购 SLC。 那这个决定是谁提出来的？这个好像是上海凯曼的新董事长，提出的。嗯哼，上海凯曼换新董事长了？你怎么不跟我说呀？我怎么知道？我也不知道，我怎么告诉你啊？ 我的级别不高，你从来没问过我这个公司的事情，为什么现在有这么多问题啊？我最近不是在洗心革面吗？走吧，大家都在等你，看你的新设计呢。 C'est un vêtement conçu avec le batik comme concept principal. En effet, nous étions vraiment très surpris quand nous l'avons vu la première fois. Il semble que ce batik soit très différent des vêtements traditionnels indonésiens. C'est parce que j'ai coupé de la façon chinoise. En effet, la combinaison est vraiment très intéressante. Et surtout, c'est de voir comment un même process arrive à créer des effets différents dans des pays différents. Est-ce qu'on peut penser à la batik comme thème de ce défilé de haute couture? Bonne idée. Qu'est-ce que vous en pensez, Fang? Ça sera très intéressant. Nous avons ici un Chinois, des Américains, des Danois, des Espagnols, des Japonais. Nous avons tous nos propres façons de traiter le batik. Je crois que les résultats finaux seront magnifiques. Parfait. Alors, le thème du défilé sera le batik.恭喜方总重返工作岗位。你少刷刺激我啊！你以为我听不出来你什么意思？怎么了？我也没说什么呀，别生气啊。哦，是不是穆小姐和谭明轩在一起，你不高兴了？你以后能不能少管我的私生活？您放心，我不会管您的私生活，绝对不会打扰。 赶不上飞机了，今天动力太多了，而且我们出来也太晚了。那你不知道让我早点吗？我叫了呀，可是你化妆、选衣服、拍照用了3个多小时，现在的意思是怪我喽？没有没有，是我考虑不周到。行了行了，别说了，快点吧，别耽误正事儿。
安姐，我已经跟那个程阳联系上了。哦，是吗？见面的时间定了吗？他说最近没什么时间，所以什么？没时间？你没跟他说我们是海药的吗？我说了呀。那你没说我是海药朱总的太太吗？你不说我是朱总的太太，人家凭什么相信我开的条件？他要是不相信我开的条件不来海药，我怎么跟那帮老家伙交代？气死我了！我告诉你，朱总要是不让我管理海药，你那大红包啊也别想了。好的，小曼姐，我知道了，我这就再去联系他啊。快去快去吧。武飞，多多你怎么来了？我来接你。我买好回去的机票了，所以呢，芊芊，你不管有什么作业都不许先回去，你一定要陪我好好的吃一顿饭。好吧，芊芊，你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你定去哪儿吃，但是我爱你。那我可要选一家帅哥多一点的餐厅了，好让你家唐总呢吃吃喝。对，就应该让他吃吃喝。走吧，走啊。白总，因为我很爱我女朋友，所以我才……程阳，没看出来啊，你长了一双这么漂亮的桃花眼，竟然还这么专情，为了女朋友才考虑回国。你女朋友知道了，肯定很感动吧？我俩在一起十几年了，感情很好，所以关乎未来这么重要的事儿，我确实得跟她商量商量。理解，理解。不过，不管怎么样，我们海药集团的大门永远为你敞开。在上海的住宿，还有你的酬金，我们全都包了。只要你愿意来海药，条件随便开。白总客气了。其实你们给的工资已经比我想要的多很多了。那我就等你好消息喽。我说我这一走吧，我还真有点放心不下你。你就是太善良了，而且还没有防备心。你说你是怎么长这么大的呀？我说你就别担心我了，倒是你回去你有什么打算？还有程阳，你真的放心把他留在这儿？我想好好的静一静，之后想好了再说吧。这感情的事儿，我也说不准。不过，怎么了？我能不能和他继续保持联络？我飞，姐，你听我解释。我觉得他真的非常有才华，而且我们只限于工作，平常事情不会联系的。不行，而且我不许你跟他通风报信啊。我不会的。还等你粉壳掉了，别动你。程阳，不客气。我说他脚踏两只船，还真是小看他了。白小曼，你认识那女的呀？啊，不行，我得去看看。哎，你干嘛？你干嘛？先不捉他，你别管我。多多，多多，你干嘛？你干嘛？你干什么呀？你谁呀？我干什么？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白总，对不起，白总。多多，你干嘛呀？干嘛？你们在干嘛呀？莫非，我看这就是你挑拨的吧？你有病吧？什么都怨到我身上？我打你了吗？多多，你误会了。这是海药的白特助，他来找我签约的。签约？签约还是牵手啊？我在那边看得清清楚楚的，你俩拉着手呢。我告诉你，程阳，咱俩玩完了，彻底的完了，滚！多多，程阳，你跟他们是一伙的是吗？白总，
我回头再跟你解释吧啊！哎，多多，多多，我说你消消气，这应该只是一个误会。白小曼过来找他只是为了工作。白小曼是你的同学，我不相信你。你还记不记得我之前跟你说过，我只和一个同学有过节，那就是白小曼。能不能给我个解释的机会？白小曼她这个人就是唯恐天下不乱。真的吗？对呀，所以我根本不知道她会来法国，更不知道她知道陈阳啊。这也不难呀，她可是得过什么新人奖冠军的。朵朵，她拉我的手就是想跟我套近乎，我跟她第一次见面呢。我看你刚才拉着她手的时候挺美的呢。那你也看见了，她一碰我就躲掉了呀。朵朵，白总是来找我签约了，他给我开了很优厚的条件，但是既然你不喜欢，就算他给我再优厚的条件，我也不可能去。朵朵，从小到大，这么多年，我发誓，我从来没有想过跟别人在一起。莫非，我这几天要回上海，我先回房间收拾东西了。多年回国呀，我跟你一起回去。给他点时间吧，过几天肯定就消气了。真的吗？谢谢你，莫非。我觉得你没有选择海药是一个很正确的决定。但是如果你还要在设计里面坚持中国风的话，我建议你可以选择明远。明远他们有一个系列叫做宋唐，在中国风里算是老牌子了，而且他们的销量也很稳健。最重要的是他们现在急于要打开国际市场。据我了解啊，他们现在正在跟 SLC 接触。明远集团他们唐总之前找过我，我犹豫的是，宋唐这个品牌十几年了，风格一直一成不变，我不知道我去了能不能给他们有所。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啊，我才特别希望你来加入我们明远，改变当下的状况。你放心好了，我会给你足够的空间，由你来主导设计，配给你最好的设计团队，包括你所说的生产线。你不用现在就回答，你可以回去做做功课，然后再考虑一下。唐总，我会认真考虑的。咱们上海见。希望。哎，怎么晚了？你来干嘛？我临时接了个电话，要赶快去开股东会议，现在晚上就要走了。啊，这么赶啊？所以要过来看看你。别走了，我马上就回来，好吗？嗯。你要干嘛？嗯？不想跟你走。我们出去走一走，好吧？嗯。不走。给你买冰激凌吃。我走了以后啊，要照顾好自己，别一工作起来就忘了吃饭了，啊？我说知道了，你都说了好多次了。我这不是要走了，不放心你吗？哎，刚刚那冰激凌真好吃，我一吃冰激凌就想逃避。我弟他可爱吃冰激凌，还真是个好姐姐啊，什么事儿都想起弟弟。哎，我什么事儿也都想你啊，是不是？你是不是对你弟很好了？我对你不好吗？好，特别好。怎么？舍不得你啊！我也舍不得你。别走了。
要回去工作呀，想不了。什么？你要去明远时尚？是的。为什么呀？是我给你的条件不够好吗？不不，白总，这压根儿跟钱没有关系。其实明远一直在跟我接触，只是我当时还没有决定。你现在才跟我说，也太不够意思了吧？我跟你联系都一个多月了，我可从来都没有听说过明远跟你也有联系啊。白总，海耀跟明远是竞争关系，我恐怕不方便说。现在就要。Bonjour。请问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哼，当然有啦。哦，这条裙子我想试试。好，我去帮您找您的 size， 您可以去那边等我。最小尺码，谢谢。拿一下鞋子行吗？刚刚忘在试衣间了。好的。不好意思啊，我没说清楚，不是这一双，是我新买的那两双。谢谢啦。麻烦帮我打开一下吧。不是这个，是这一双。
裙子怎么这么长呀？太长了，不行不行，你又得麻烦莫导购员帮我穿一下呢。我说你不要过分啊，白小曼。我哪里过分了？我不是一直在拜托你吗？哎，你们的职责不就是帮我们客人试换衣服吗？怎么，你们巴黎的导购就只有谈恋爱和挖别人墙角吗？这双鞋子不是在我们店里买的，我没有义务给你穿。好了吗？再见。哎，这个鞋怎么被你弄得有个划痕啊？你看，这可是我新买的鞋子，好喜欢呢。你要赔我，按原价赔。莫非，怎么了？这女的又来找你麻烦了？这位大小姐说我把鞋弄坏了。有证据吗？哼，你这什么态度啊？店长呢？我要投诉你。哎，我警告你啊，你说话可不要拿手指人，特别没有礼貌。我哪里态度不好了？您是不是没有证据啊？没关系，我有证据啊。喏，这就是摄像头，当时我拿您鞋的时候就在摄像头底下，所以这鞋到底是我弄坏的还是别人动了手脚，我们去警察局坐一坐就知道了。走吧。对，去警察局。谁怕谁呀？哎，莫导购员，我可是在你的店里啊，你别乱来。Qu'est-ce qui s'est passé？你以为我傻呀？我才不跟你们去警察局，我又不会法语，去了要被你们乱说。这几件都给我包了吧，刷卡，还不差这点钱。脚不凉吗？